又要过期了，我老了，别了，多浪费呀、啊！赶快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我要减肥呢。减肥？你们那每瘦一斤，我都要被扣工资。我就扣呗，反正又不扣我的。那你把奥利给我拿来，我解锁一下奥利的花式吃法。热量这么高，花式的我也不吃。不吃？你说了啊，到时候你管住嘴，别抢着吃。在大厨面前说减肥啊，没那么容易。今天解锁奥利的神仙吃法，把同志们的喂胖。视频的结尾呢，有详细的菜谱，记得点赞收藏哦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第一道盆栽奥利奥，盆栽奥利奥来了！什么？就要让我们吃土啊？土包子，吃你们就知道了。吃吧。下一道。好，马上来。第二道奥利奥毛巾卷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奥利奥毛巾卷来了！哇，好热！啊，这么太好热了，我还要。稍等啊，第三道奥利奥蛋糕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哇！别愣了，赶快去做下一道。啊，第四道奥利奥麦旋风。奥利奥麦旋风。哎呀，我还没吃够呢。刚刚谁说的要减肥？不是的。哎呦，明是我开玩笑的。没有了，就这么一点啊！那我还想吃花式美食。好吧，这一期视频啊，要是超过10万点赞量的话，明叔下一期做花式的 QQ 糖给你们吃。好，来给我们明叔点点关注。